我的艺术清单，欢迎大家。我的艺术清单艺术分享公开课系列，重量级嘉宾逐一登场。就是有力，解读经典作品魅力，大道至简，大业传统文化之美，这是书法里的经。艺术分享，忘记交流，可能会需要一辈子。8月12日起，综艺频道每周四晚播出，敬请关注。他因古诗词圈粉无数，被称为高颜值才女教授。是哪部作品触动少女心灵，让她与乔结下不解之缘？是哪句诗词埋下兴趣种子，让她沉醉其中不可自拔？拨动了我的心弦。是哪本书籍深藏难舍情愫，让她把专业变成爱好？杨宇做客我的艺术清单，聆听他的诗词人生，品味诗与乐的交融。一张清单，一个世界，分享艺术，描绘生活。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艺频道为您特别奉献的我的艺术清单。今天是暑期艺术分享课，我是朱迅，欢迎大家，也欢迎青春异想团的小伙伴们，欢迎你们。听到刚才一开场的这段旋律啊，谁知道，谁熟悉，谁有感触，谁愿意跟我们分享？我先说一个关键词，是麦迪逊郡的一座桥，这是故事的发生地。由此我们知道是
电影《廊桥遗梦》的主题曲。我们其实是在课堂上接触的这个电影，那这个歌曲响起的时候，就让人一下子好像又回到了那个电影的场景里面，感受到了梅丽尔·斯特里普演的那个角色，她那种浓浓的，但是又必须错过的那种爱情，特别美好又复古，而且我觉得很纯。这首旋律，这部电影其实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有关。今天的是一位女嘉宾，可以说她是智慧与美貌并存，理性与浪漫共生。让我们欢迎杨宇老师，有请。杨宇老师好。你好，听声音项目的朋友们你们好。杨宇，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攻中国古代唐宋词研究和批评。从2011年起，他多次担任百家讲坛主讲人。那既然是猛男，那辛弃疾带给人的形象可能就会有两种极端。以及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成语大会等栏目点评专家，或者暂时不在一起，都会执着的守望、追求，而且有一种心灵相会的默契，这就是爱情最美的状态。刚才我们的小伙伴们说，在课堂上看过这部电影，因为他们来自北京电影学院，但是我们不是在课堂上看的。听到这样的旋律，我觉得眼泪都会掉出来。是的，而且廊桥遗梦对我们来说已经不仅仅只是一部电影。其实我在看第一次看廊桥遗梦的时候，应该跟他们差不多年纪，大学那个时候，可能是唤醒了我们对于爱情的一种梦想。好像是在看我的未来会不会有这样一种爱情在你的生命当中深深的划过。电影《廊桥遗梦》根据美国作家罗伯特·詹姆斯·沃勒的同名小说改编，于1995年在美国上映，讲述了一段在四天时间里铸就的至死不渝、刻骨铭心的中年人的恋情。影片男女主角表现的爱情清醒而理智，在获得许多观众情感共鸣的同时，也促使观众认真对待自己的感情。你对哪一个细节会怦然心动？你还记得吗？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是，男女主人公他们要分开的那一刹那，罗伯特开着车，红灯亮了，后面就是弗朗西斯卡坐着她丈夫的车停在后面，然后红灯变成了绿灯，她应该要左转弯走，但是她停了很长时间，然后弗朗西斯卡的手就一直放在那个他的车的副驾驶的那个把手上面，在最后一刹那，那种剧烈的矛盾的冲突，我们就看着那个手的颤动的时候，我就在想，你到底是走还是不走，是开还是不开？所以这个情节真的是，对对对，真的是不会忘记。到了一定的年龄，会觉得，原来爱情不仅仅只是拥有或者说占有，它更是一种成全。所以以后就会看到桥，尤其是看到廊桥，对，那我就觉得我内心就会有别样的情愫。所以你找到了一座桥，就是瑞士的卡佩尔。那我把这种印象再在现实当中落到实地，就是瑞士琉森的卡佩尔廊桥。我就觉得它满足了我对于廊桥的这种桥梁的建筑艺术的一种美的期待。你会觉得其实你是走在一个历史的时空当中，你会发现好像你跟之前曾经经过这个桥的那些人有过一些心灵的默默的对话。比如说我相信俄国的托尔斯泰，他来到过琉森，他也许曾经在卡佩尔廊桥的那个长椅上休息过，思考过，然后我就觉得我在这里我离他更近一点了，我可以跟托尔斯泰隔着时空。对，你就会觉得其实时空没有办法阻止两个人成为隔代的知音。那个时候你突然觉得时空原来不是距离，就好像桥，它会让一切阻隔变成一种连接，这种感觉我特别喜欢。听了您这一番话，我就知道为什么您做诗画桥。
对这样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为什么会最近又重新看《廊桥遗梦》，然后为什么会重新去关注古典诗词当中的桥梁，其实有个直接的一个动力或者是因素，就是寻找古典诗词当中的桥梁，并且去考察现存的中国的古桥，去寻找其中的诗意之美。湖南安化就有一个很庞大的廊桥群，有29座清朝到民国时期的廊桥，然后发现其实每一座廊桥都有一个不亚于罗斯曼桥的浪漫故事，而且每一座桥都会有诗句替他留下这座桥的记忆，留下走过这座桥的人的味道。对，这个就是诗和桥独特的缘分吧。是的，就跟扬州的24桥，甚至就会留下一桩公案，因为杜牧写了24桥明月夜，后来姜夔又写了24桥人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我们就会说24桥到底是多美的一座桥呢？甚至在想它为什么叫24桥呢？答案是什么呢？不知道因为真的这是一桩公案。比如说朱雀桥就已经找不到了，但是朱雀桥边野草花它会永远都在，永远都在我们的文化记忆里面，永远都是一个美的符号。一桥一世界，一桥一诗情，真是这样。哎，这样吧，各位小伙伴，我们接下来就做一个诗词的小游戏，一定要带桥，一定要带桥的游戏。我们就做一个关于桥的抢答，各位小伙伴请就位。学电影的也要多学点古典诗词，这是个切磋的好机会，我觉得。胜者有一个小奖励，哎，杨宇老师的签名书。接下来杨宇老师请出题。冯延巳却他之当中的两句，我一个人站在那个建筑上面，然后是晚上，我要回去，请作答。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当中的桥的两句。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漂亮。接下来请出姜夔《扬州慢》里面讲到的三句。24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漂亮，哇，太厉害了。刘禹锡《乌衣巷》里面，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这个有点难。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但是不是张继写的，是杜牧写的，而且杜牧的这首诗的诗名就是张继的夜泊风后面那两个字。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可惜了，不是张继的诗。太可惜了，抱歉，您只能出局。这个稍微有也暂时有一点点。纳兰性德画堂春讲到了三个神话故事。将向蓝桥一起，要乘碧海南奔，若容相逢饮牛津，相对枉凭。漂亮。姜夔的过垂虹四句诗。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心唱，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林路，最后一句是回首烟波14桥。哇，啊，刚才提到的王建写给薛涛的两句。万里桥边女教书，琵琶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超额完成任务。陆游怀念唐婉的时候，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飞赴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依然是陆游在写的是西安 一座特别有名的，经常在那里离别的五句啊。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哇，还是陆游的咏梅的两句特别有名的卜算子。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李白的《塞下曲六首其三》，讲的也是西安咸阳的一座骏马似风标，鸣鞭出韦桥。柳永的《望海潮》提到的三句：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这个太经典了。温庭筠《商山早行》里面的两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没了。好嘞，最后一题就是目测，我觉得我们不愧是诗词大会的新晋亚军，显得抢到的次数多一点。对啊。来吧，那老师把您的大作作为奖励送给我们的同学。真的真的没有给诗词大会丢脸。加油加油，真棒，谢谢同学们，请就坐。表现也很不错。玉树琼枝作烟萝，已经进入到了李煜的那个世界，我自己就停在那里，然后眼泪就潸然而下。是李朝，就宋代而言，我觉得李清照能够嫁给赵明诚，拥有这样一段婚姻，已经是她在那个时代所能够拥有的人生之大幸。我特别想问杨宇老师，哪首诗什么时候直击你的内心，让你爱上诗词的？刚刚上小学没多久，然后在一间空的教室的黑板上，偶然看见完整的写了一首词《浪淘沙令》，李煜《帘外雨潺潺》那一首。因为我的名字里面有个雨字，我一直觉得为什么我的父母要给我取一个这样的名字，然后看到那首词之后觉得啊，原来雨这个字可以被演绎的那么的美。可能那个时候我还读不懂这个词句里面的那么深的忧伤，但仅仅是那个文字那个意象构筑的一个美的意境，就已经拨动了我的心弦，给我打开了诗词的一扇窗，就是进去之后就不可自拔，就陷进去了的感觉。对，这也就是杨宇老师艺术清单当中的第二个作品《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是南唐后主李煜去世前不久所作。这首词抒发了由天子降为臣虏后难以排遣的失落感，以及对南唐故国故都的深切眷念。全词语言清澈自然，情真意切，深刻表现了词人的亡国之痛和囚徒之悲，生动刻画了一个亡国之君的艺术形象。如果说一个雨字是缘分，但是这首词有一点凄苦的感觉。对，我们可以想象，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国破家亡，沦为亡国奴，它意味着什么？所以尽管那个时候年纪小，但是也能够约摸感到，也能够约摸感到，这是一件极度痛苦的，生命当中不可以承受的一种痛苦。这首词是有古曲流传下来的，是吧？还有那种吟唱是流传下来，有岁金词谱，就清代人编的岁金词谱，我们通常认为它会或多或少保留一些唐宋词乐的一些元素。杨宇老师能给我们哼唱一段吗？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落情不耐无更寒。因为唐宋词就是那个时候的流行歌曲，它一定都是唱着来传播的，而且词人他们在创作的时候也应该是用吟唱的方法去创作的，不像我们现在先案头上面先写好然后再来读，他们是用声音在创作，用声音在传播，所以音乐先行，词是附着在其上的，就是唐宋词的一个基本的这样一种属性。
李煜流传下来的诗词其实并不多，只有30几首。我不知道咱们这个青艺团的朋友对哪一首会有格外的情感。我喜欢他的破阵子，40年来家国，3000里地山河，凤池龙楼连霄汉，玉树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罗，几曾是干戈。太有气势了，包括他最后一句写垂泪对宫娥，其实我觉得这首词非常打动我的地方。你看，真的把自己的所有的心对待他所钟爱的人，包括大周后小周后，手提金缕鞋，铲袜不相接。所以我想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面说，词至李后主儿，眼界虽大，感慨虽深，包括又说他是以血书者。所以我觉得这是王国维对于李煜非常高的赞美，也是我喜欢李煜这个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非常的真诚。就是张欣刚刚说到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什么我的第一首会被李煜打动，我觉得是冥冥当中也是命运注定的。因为他刚才讲到王国维为什么到李煜这个时候感慨遂深，因为刚才说词是流行歌曲，在唐宋的时候就经常是我们一边喝着酒，行着酒令，唱着歌，然后说大家寻开心，我就写一首，你就唱吧，歌你就现场唱吧。它完全是娱乐的产物，它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所以更多的不一定是表达词人自己的真实的一种情绪，但是到了李煜，他尤其是后期以后，他是用词来写自己发自内心的感慨。所以王国维说是到李煜这里才是由伶工，就是歌手的词变成士大夫自书自己的身世怀抱的词，那这个词的格局境界，它的深度就跟此前不能同日而语了。对，这边的同学呢？老师，我才疏学浅，读的李煜的诗词也不多，但是读喜欢《相见欢》一首。是林花谢了春红那首吗？还是无言独上西楼？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这你可以唱了。寂寞梧桐深，对，邓丽君有不同的版本。是的，哼两句。对，是的，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就是总每每读来，朱心来一段吧，你肯定会啊。那我们一起好不好？相信老师也一定会。给一个音高。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也很有名，虞美人那段那个歌曲，应该虽然他们00后90后应该也听过。老师现场教学。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笑容昨夜又东风，我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感觉已经进入到了李煜的那个世界。其实李煜真的离不开词，离不开音乐。我想知道你最爱的女词人是谁？那肯定是没有之一的李清照。我记得我写第一本李清照的这个书的时候，我写到最后的后记，然后读他的52岁的时候写的一篇自传性的文字《金石录后续》，然后写到他自己的落款的时候，我自己就停在那里，然后眼泪就潸然而下，就觉得好像哦，我已经走完了他的一生，就是那种好像我就是李清照那种感觉。对，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是你，你会怎么看待他的爱情？就宋代而言，我觉得李清照能够嫁给赵明诚，拥有这样一段婚姻，已经是她在那个时代所能够拥有的人生之大幸。这个其实我蛮意外的，因为她最后对她先生的这种不屑，发自内心的失望，对，我可以懂。但是朱迅，你不觉得人生没有完美的吗？一个人的性格也没有完美的，所以我觉得李清照他真的很高傲，但他同时又很包容。所以在赵明诚后来就是重病，突然突生疾病，然后弥留之际，我觉得李清照是完全奉献了他的爱，然后他的那种发自内心的悲戚，那完全可以消弭之前的那一些遗憾和瑕疵。当然有他不幸的地方，但同时代的比起来，他已经算是相当幸运的。我们在读一个诗、读一个词人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把自己放进去，把自己的性格、把自己的经历、把自己对爱情的底线和原则放进去，这也是诗词美妙的地方。其实宋代是集词大成的一个朝代，你觉得宋代的词对当代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是觉得我们读词也好，读诗也好，看到的 不只是文字，也不只是意象或者是意境，更是看到一个一个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怎样用文字来挥洒他们的一生。这些情感的表达，这些对于人生的一种反思，都可以对我们形成一种引领。为什么要读诗？为什么要读艺术的经典？是不让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思维变得麻木，它缺乏一种激情的震动。而诗词就给了我们这样的共振。因为诗词里面，它跟大部头的小说还不太一样，它的情绪经常会很微妙，会很含蓄。如果你连这种很微妙、很含蓄的情绪你都能够捕捉到，并且还能够在你心中引发一种澎湃的激情的时候，我觉得一个人的情商一定是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一种培养，他的共情能力一定会很强，他的那种心胸的宽广都应该是比一般人会更强一些。你就是这样一个女子。这是我的一个目标，我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但是我会做。有的童话小时候是看热闹，长大了以后是看门道。我的星星就是群星中的一颗。小王子说 Bien sûr, du le renard. 是啊，狐狸说 Alors, tu n'y gagnes rien. 那你不是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 J'y gagne, du le renard, à cause de la couleur du blé. 到中唐以后，你看从琵琶行尤其到宋词，然后琵琶变得特别的江南。那接下来杨云老师艺术清单当中的下一个作品是什么呢？我们先通过一个节目来了解。来，人的眼睛是看不见世界上重要的事情的。对花也一样，如果一朵花不偏不倚地落在一颗星星上，而你又深深地爱上了他，那么你仰望星空，你心中会洋溢着甜蜜的感觉，你会觉得所有的星星上都盛开了鲜艳的玫瑰。对水也一样，你给我喝的那一口水宛如动听的音乐，因为我听到了井绳和轱辘的声音，
是不是水也是甜蜜的？今夜你仰望星空，我住的那一颗星非常小，茫茫星海中我说不上哪一颗是我的，不过这样也好，对于你来说，我的星星就是群星中的一颗，所以你会爱上所有的星星，他们都是你的朋友。对于不同的人，他们对星星也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觉得星星无非就是天空中闪烁的光点罢了，旅行者通过星星照明方向，学者殚精竭虑地研究星星，生意人呢，他们觉得星星就是财富，但是对于所有人而言，星星都是宁静的。当夜幕降临，你仰望星空，你会觉得所有的星星都在欢笑，因为我就住在其中一颗上，因为我就在其中一颗上欢笑。你，只有你，才会拥有欢笑的星星。当你的痛苦渐渐消失，你会觉得认识我是一件无比快乐的事情。你会一直是我的朋友，你会一直和我尽情欢笑。有时，你打开窗户，想沉浸在欢乐中，你仰望星空，你会情不自禁地欢笑，而你的朋友们会非常诧异，然后你就会告诉他，是的，星星们一直在欢笑。这就好像我送给你的不是一颗星星，而是一串银铃，他们都在欢笑着。小王子，为什么把它列入你的艺术清单？哎呀，跟小王子的渊源太深了，因为小时候看所谓童话的时候就读小王子，但是中译本啊，中文的，没有看得太明白。嗯，然后读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大学是法语专业的，在读法国文学经典的时候，我们会先从小王子开始，因为它的语言相对比较简单，但是那个时候看主要是在想，这个生词不认识，赶紧查一下字典，然后不要再就再把这个语言看懂，成为那个时候的一个目标。然后再到就是近两年，因为我现在的职业就是一个古代诗词的老师，我的生活当中已经很少很少有机会去接触法语。我要培养我的爱好不是吗？我就把我曾经的专业法语，就想我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把我的爱好捡起来，就是把它找回来。随着年龄不断的增长，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属于自己的感悟，已经不仅于童话的这种理解。你怎么去理解小王子当中的成人化的表达？成人化的童话其实是告诉成人，我们的童年时代最可宝贵的是什么，然后这种东西是可以保留一辈子，它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本质的内容的东西。所以有的童话小时候是看热闹，长大了以后是看门道，是看生命的体验，所以还是不一样。最宝贵的东西只有心才能够看见。长大了以后你就会想，当狐狸对小王子说，两个人之间建立一种情感的神秘的连接，他用的一个词叫驯养。所以你觉得什么是驯养？我们平时说驯养要驯兽，但是狐狸说的驯养是，我要把时间、把精力、把我愿意的仪式感都花在你身上，
因为我对你倾注了这么多，所以才让你和其他的所有的人不一样。你虽然说你是一个理性的人，但我就是每句话当中我都看到了那种浪漫主义或者理想主义的那样的影子。所以有时候爱的对象不在于那个对象是什么，而在于你自己付出了多少，才让你爱的对象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不可替代的那个人。我们聊这些可能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是经历了婚姻、经历了家庭、经历了那种全情的付出的那种感受，但是我相信就是九零后、零零后的同学们，我就有不同的感受。电影专业的，因为他们可能看过《小王子》这个电影啊，前几年《小王子》电影还蛮火的。嗯，就是刚才杨老师还有朱老师也提到说，《小王子》和狐狸之间有这个驯养，然后这个驯养的过程，在我看来是一种新的羁绊的建立的过程。其实，在我的解读里，我觉得狐狸也是很热爱小王子的，他对小王子是有爱的。但是在最后他放小王子回去去找寻他心中所爱的那朵玫瑰花，这个时候小王子问了他一句话，那你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得到呢？这个时候狐狸回他说，但我拥有了麦田的颜色。是的，那个啊，真的，我所以我现在我都觉得是一个更加成熟的恋爱观。 对，然后因为那狐狸那段话当时我翻译的时候就特别打动我，就真的我说读的时候都会觉得有时候会哽咽。是的，就是他说本来狐狸是吃肉的，他会对鸡更感兴趣，但是他说对那个金黄的麦田我本来是毫无所感，但是因为小王子有一头金发，他说以后当我再看到那个金黄色的麦田的时候，他对我就有意义了，因为我会想起那是你的一头金发。是这种连接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偶然，但这种偶然恰恰是最值得珍惜的。字字句句当中都是爱的表达。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其实我还从来没有听过杨宇老师说法文，听过吗？今天各种现场、啊、我好想听，就是我能不能就拿一段小王子的法文原文、啊、你给大家朗读一下好不好？ Ainsi le petit prince apprivoisa le renard et quand l'heure du départ fut proche。就这样，小王子驯服了狐狸。要我驯服你 ？Bien sûr, dit le renard。是啊，狐狸说。Mais tu vas pleurer, dit le petit prince。可你会哭的，小王子说。Bien sûr, dit le renard。是啊，狐狸说。Alors, tu n'y gagnes rien。那你不是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 ？J'y gagne, dit le renard。À cause de la couleur du blé. 我有收获的，因为麦子颜色的缘故，狐狸说。了解了你很多面，喜欢法语，喜欢文学，而且我知道你爱一样乐器，琵琶。这就是你艺术清单当中的下一个作品，我们一起来看。高山流水。高山流水为中国十大古曲之一，取材于博雅古琴玉之音。高山流水原为一曲，自唐代以后，高山与流水分为两首独立的琴曲。在人们的用典实践中，这一典故逐渐发展出七十余个典型和乐曲高妙、相知可贵、知音难觅、闲适情趣等典意。说说和他的缘分。小时候练过琵琶，练过手风琴，嗯，然后曾经想考过音乐学院，但是未遂。所以但是我相信冥冥当中真的有一种注定啊，因为我后来我的专业是研究唐宋词，但在唐宋的时候，词的传唱最重要的伴奏乐器之一就是琵琶，琵琶弦上说相思，
所以我就会发现，哎，我小时候虽然练琵琶是我自己答应的，就是爸爸妈妈说你挑一个乐器琵琶行不行，我说挺好的呀，我看他们弹琵琶很好听啊，但是知道练每一种乐器那个过程真的很痛苦很枯燥。我记得暑假的时候上午四个小时练琴，下午四个小时练琴，然后这个手指头就被那个弦压住一道一道的勾，我起了老茧。那么少女的时代，然后这个指尖都是一个个的老茧，你可以想象那种感觉。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哎呀真的很想放弃，但后来确实也放弃了。你学了多久，多大开始学，大概也就是8岁左右，然后学到小学毕业。我准备退休的时候还是会把它捡起来，我想拜师，就是觉得还是需要有老师在带着你，在一些关键的地方你去突破那些瓶颈，然后才能够自己再去进一步的沉浸到高山流水的音乐境界当中去。那说到琵琶，我必须要给你介绍一位我的特别好的朋友，也是一位师长。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琵琶演奏家方锦龙老师，有请方老师。欢迎你，来来来来，方老师请先落座。哇，高山流水是杨云老师艺术清单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作品。其实这首音律啊，很多乐器都可以演奏，有琴曲，有筝曲。我那个突然发现，中国最不靠谱的鼻祖知道是谁吗？谁呀？俞伯牙。为什么？你想那个时间哪有时间写谱啊？看到高山弹高山，看到流水弹流水，所以不靠谱，但一定着调。不靠谱着调这么来的？对，这个不靠谱一定要打个引号，他真的志在高山的时候就弹出了高山，因为志在流水是弹出了流水。这就是中国音乐最高境界，不靠谱是最靠谱，即兴演奏最高境界。那我特别想问问，琵琶演奏高山流水和其他乐器演奏高山流水，您觉得它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它是这样子的，高山流水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在江南浙派的有古筝的，一个是在河南。那么河南的高山流水就很耿直，你看浙江的，融合了筝曲的高山流水的感觉。实际上我们的琵琶也是根据古筝。你看我内行吧。河南马上就听出来，河南话中不中？中。你看中不中？中。你看特别正确。我是河南派的。是不是？我承认我是河南派。你想他耿直，耿直，对。其实诗词对琵琶的普及和推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是，而且我觉得《琵琶行》应该是琵琶在诗词里面的一个转折点。就在此之前，或者说在琵琶进入诗词里面，更多带着那种西域少数民族的金戈铁马之声，就是那种胡琴琵琶与羌笛。对，到中唐以后，你看从琵琶行尤其到宋词，然后琵琶变得特别的江南，特别的女性化，特别的阴柔。所以琵琶它其实是有两种品质，它的表现力真的很丰富，就是那种像流水一样潺潺流淌的感觉。我考考你，你知道那个油包琵琶半遮面是怎么一回事你知道吗？油包琵琶半遮面吗？实际上不是弹的啊，不知道杨云，我自己的理解，因为他在那个船里面待得太久了，很少见到人，突然来了那么多人，他很紧张，所以他把这个琵琶丢在脸，把那个帘子打开看看，这都是谁呀？幽包琵琶半遮面是这样子的，唐代的琵琶是这样弹的，遮不了面。他唐代应该已经有这种直的琵琶了，就是您说的南北朝的时间，南北朝的时候应该是像吉他一样的横着弹，因为。用拨子弹的它一定是这个斜的这样子弹的，就必须是这样吗？拨子这样弹多难受啊，它一定是这样弹，所以唐代琵琶它用拨子弹一定是斜抱的。到宋代以后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琵琶
对，就相对比较不是有用这个指头弹的时候就直起来了。对 对, 对。所以最早的琵琶是这样弹的。来，这样的话把那个老师的四弦也拿上来。包括大珠小珠落一旁都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这个拨子这么大吗？对，就这么大。哦、你看沉音泛拨插弦中。哦。曲中说拨单性化，都是这个拨子。您。所以他那个大珠小珠落一旁，过去是这样弹的。这样弹的。可是我觉得这个拨子的表现力有手指那么丰富吗？哎呀，太丰富了。比如说初为霓裳后露腰，您演示一下。一样的，关键它更丰富啊！你看它拨子，哇，当打击乐又在用，这有金戈铁马之声的感觉了。这个好哎！我告诉你，古人很多东西我们没有理解，这个拨子它一定有它的道理的，包括它都有很多的刷刷的感觉。还有这个，就有点口弦的那个味道。指甲做不到的，又出来了。指甲有指甲的特点，应该是各有千秋。我觉得应该让你们两位登上舞台了，否则你们坐在这能打起来。那准备好了吗？我永远都准备不好，我就是方老师就带着小学生就是玩一下呗，可以吗？应该可以吧，反正我是不靠谱的。我必须得靠谱，靠谱不靠谱的。两位对对老师，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高山流水》。来，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杨宇老师艺术清单当中。最后，请杨宇老师。在您的艺术清单上签上您的大名，这份艺术清单会永久保存在我们节目组。杨宇，杨宇老师爱廊桥，爱词，爱文学，爱高山流水，真心的希望艺术能走进我们的生活，让生活艺术起来。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我的艺术清单》，我们下周再见，再见。